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安格斯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台冷气机啊，我们请师傅安装好。那最特别的就是，一般而言，我们这个排水管就是这样排到地上，然后这边多了一道设计，就是一个 T 字管。那 T 字管呢，连到哪里呢？就是冷气的正下方有一个排水头，这边有水呢，都会从这里排下来，然后原来的排水就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哦，这样排出去，哦，所以这样两个地方的排水都能够排出去，只用到一个小小的 T 字管，哦，厉害吧？所以这样的设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所有的排水都不会乱排，而且都收集好到管子里。哦 ，OK， 这样加装了冷气以后，里面的温度就非常凉爽了。T 字排水管，哦，有看过吗？好，赞了。分享了冷气的 T 字管排水。高架桥往琼林看，多了一道彩虹，大彩虹哦，不错哦，难得一见哦。回家了，冷气装好了，回家。